学折纸艺术，动手又动脑。你好，我是折纸王子，一位网友名叫老何魔方式，在折纸王子微信公众号留言板留言，说想学一下炸弹的折法。今天我们就来折一款炸弹。我用的正方形纸边长是5厘米，上面这一面是外面，两个边对折，展开。另外两个边对折，展开，翻到背面，两个角对折，展开，另外两个角对折，拿起来，捏住两端，把它挤压到一起，形成个三角，旋转一下，开口朝下。外侧的边折向中间的直竖线，然后我们看这一面，把中间这条线捏起来，从下面把它撑开，把这个线对齐左侧的边，上面这样把它收好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，形成这样。然后其他的三个面都一样，看这个面，把最中间这条线向上撑开，对齐左右两侧，看一下，最后形成这样。操作下一个，中间的线向上顶开。看两个角，两个角对到一起，另外两个角也对到一起，最后是这样，这样的效果。我们看上面，这样看，这样的效果，四个大角，每个大角中间有一个小角，我们看中间这个小角，把它竖立起来。我们先把外侧的边折向中间的这个线，把它折一下，展开，然后把这个角竖立起来，从中间撑开，按照折痕撑开，压平。上面调整好，形成这样，然后翻到左侧一下，往右翻，翻到下一个角，剩下的部分用同样的方法处理，把中间这个角竖立起来，可以先把外侧的边折向中间的直竖线一下，展开，然后把它竖立起来，从中间撑开，按照刚才压的折痕把它压平，其中一半放到另一侧。
好，四个部分都处理好了，接下来我们把这个随便翻到一侧，我们看左侧这个角，把这个角斜着往上折，上面这个位置这段距离自己掌握一下，从这个下面这个点这里开始往右折，这个角度自己掌握一下，这里留出一个小角，大概是这样。然后看这个直竖线，最中间的直竖线，沿直竖线把它往回折，好，四个部分都完成了，然后再看中间的部分，把中间的部分平均分开，中间的部分是这样的。看这个交叉点，这个斜线，这个交叉点与直竖线下面的这个点，沿这两个点连成的线，角往里折。然后再看最中间的直竖线，再把这个角往外折，然后再沿这个边把它往里折。如果超出中间的直竖线了，再往里折，再往右侧折，这样来回折。这一侧也一样，我们先这样折一下。接下来按照折痕做翻折，和刚才一样，先把它拉开，沿第一次折痕翻进去，再沿第二次折痕翻回来，第二次折痕翻回来，再沿下一次的折痕翻过去，再沿下一次的折痕翻回来，形成这样的效果。好，这一侧也一样，然后剩下的每个中间的部分都同样的处理。
好，四个部分这个部分都完成了，我们继续往下操作。接下来把这里这个向上翻开一点，这个最根部这里从这个与这个角之间的连线，把这个小角每一侧都一样，我看这一侧向外撑，把这个线压出来，然后看其他的三个面，好，然后底部再往里收，底部下面松散的话你可以把它粘一下。粘一下，这样一款炸弹就完成了。看完视频，你有什么疑问或者建议，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。旁边是折纸小坦克，另一个是折纸大炮。更多视频请关注折纸王子，喜欢就请订阅、点赞、转发加评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